不看这个忙受成这啊，给我们当个官家，说这你看能活啊？说，哎呀，说这你就放心吧。父臣南西会所，从小成了武家长房，唯有铁生活自残了。如此，就有了宋臣生儿了。大妈，怎么有什么？就请将天天长出去来，也好一一破算了。媳妇，去做房中，把天天长出拿来。这。哎呀，不行啊，自家自亲的，你还犹豫什么？媳妇，去吧。媳妇，遵命。上车在此，子婿，如此就有了正儿了。嫂子，你就放一个大神的心吧。上车啊，这这个家就全由你大了。是，大哥，要当好这个家。也不是那么容易的，我们可不能住去相空啊。嗯，说得有理，那就请嫂子把破衣裳给我脱下来，到厨房去烧火为主妇配。玉婿，你这是何意呀？哼，何意？父家可不能养闲人啊。嗯，言之有理。父亲啊，父儿刚死，丧礼未了，亡命未知，你们竟花言巧语，骗取我的甜点政策，如今又要我这年迈妻了夫人烧火不开为主，你们良心何在？天理何存？良心多少钱一斤啊？宋臣，甜点政策交还于我，我出门之事不用你管。清楚，这价钱虽是你们张方正理，可恶，野心重啊！五天还要阿爷天葬封你。宋臣，天殿政策交还于我。哼，你休想啊！老生我与你拼！婆婆，婆婆，我死了，三心母，你们如此欺人，我定
去之春风，请这三老四少与你平命。凭我们苏家小小的名声，这么的家务，我看看哪个敢放敢不？难道你们母亲欺负就有王法吗？王法屁法土法，你就是高高信仰还有个清国年冬叫死。我死会与你们干休。他们夫妻两个好像去衙门告状了。你怕什么？赶快去准备不化化的银子，到县衙找你爹爹去。凭他这个倒霉性子，扣我们四代好生的四难，我管教他这公子一辈子打不赢。对，我们来他个阿兰县告状。啊，你说什么？啊，不是。越南先告状，越南先告状，走吧，哪里只去？走。
罢了罢了，你婆婆过世大寿了，被人家轰下堂来了。婆婆她现在何处？表嫂，老人家她不会死在外面。婆婆啊，传人这个意思，你又这么年轻，何必输着这么轻呢、啊、你看我这个受残长得不错吧，又冷血又冷血又文血又文血，你们胡子就为一对暗恋娘啊，我遇过人情一生中，此事万难从命。怎么你不答应？媳妇就是死也不能应允。好，不答应进前门，见人，我也想见你吧。竟敢渡过相思，马上破布红人情，二夫妻呀分长情，云中风有红红手，他有风光的情深，竟敢红中也走散，我叫你别家一听情。Yeah.
家不要生气，都别是个老气婆，她不懂事。告诉你们啊，老的给我到厨房吃早饭，为着吃菜；小的给我到冷房去吹风，三千子女把十块木子给我弄好，不也拿？你做好了，心要畅实了。哎呦！我说你们可真是没有良心啊！我家姑妈这么大岁数了，就得经得起你们吃的吗？咱们快去！哎呦，嫂子啊，快来牵住我！师父，妖怪，我做个芝麻酱，我不敢虽然他生得好花貌，他像那电视的玫瑰把手家，又像放下的心。许多的馍头，唯一的神塔，转明星啊！去自我大大东啊！
想有你了，表弟，如此深意，到此何事？表嫂啊，
小嫂啊，表嫂不必太担心，自家寂寞自家人，你天在你阴山堂为安为己人，谁不必问想你看本身他乱乱山难，你去可望头冰山，就好比贴着梦花归把他心，怎样怎是归死人，多半老是送餐我的不好，还望表嫂多多原谅。如此，就请你速速离开木房。这，啊，表嫂，你看这卢广义的木子堆得满满的，你何时才能木得稳呢？得表弟我帮你推磨。表嫂。此事还不能让姑妈知道。表姐，就是为了你，我赴汤蹈火也是心甘情愿的呀。表嫂，来，我将木线抬起来，你用着木杠撑住木线，我要你松手，你再松手，千万不能走啊！啊！
小子，我叫你送你的手啊！我晓得。哎呀啊！哎呀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手都要别了，这生根不日的，你都磨坊来干什么？我帮你讲功呢。讲功？怎么把事都牵到木铺里去了？哎呀，他说这木中有石块，他要我帮他取石块，谁知我把手伸进去，他手一松，哎呦喂、哎！胡说八道，这苦心娘，这好人哎，牛着他们，不完。这个货，哼！再冲的根子，我也要把他冲掉。又把人杀了他们，扣怎么个冲上啦？姑妈，你去准备两根木羊鞭子，跟他们婆媳俩到梁山放羊。想那梁山上。老子是你最大生气，这种只要老你一死，到公堂无人去靠，原子他不懂事嘛，就是要像条鞋一样牵着他。